哎呦，你别走，等你，等下我这两条你紧行开紧些。来，经理啊，经理啊。哈哈，再来，三包，谢谢我找。修理找。不用打招，柯建明打，不用打招，不用洗澡。不用洗澡。你们需要翻译吗？我翻译我会被骂哦。对哦，太不用啊。
听得懂哈，听得懂就好。好嘞，快。对啊，你给我阿布给他开，好，你叫我阿布比较干脆。对呀、啊。等一下找钱啊、哦，等一下找钱。来，
对，画面也不清楚哦。龙嫂。新加坡人，新加坡朋友你好。三百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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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块了
只来，两只。八只来，来十只来，300块。来二，来四只，来这六只来。九里你好。Kiko 你好。哎，这六只来，还这八只，还这九尾十尾来，300块，300块啦，马婆鱼，尾头一尾30块无啊，300块啦，300块，300块，无啊，头你来袂？有紧张？300块，还尾头搁下来300块，还这3只来，4只来，还这5只来，6只来，还7只，8只，还这九尾十尾来搁300，300块，300块马婆鱼，300块，300块，300，谢谢。三百，你三百块，这尾我送了，一人四只三百块，三百，我嘛要吃鲈鱼啊。我招两个人客对啦。
有，刚才有吃木鱼丸哦，刚才有卖过一次。还有啦，还有吃木鱼丸。是长贡骨还是长九乐兔啊？落鱼才水哇！黄巢灯岛，孤巢灯岛，哎，两百了，两百块啦。三百较俗，两百你好买啊。哎，即要搁送你两百块啦，拢卖买袂要紧。来来，搁啥？我最后搁问价200块落鱼，哎，两百啦，两百块啦。来。欢迎啊！200块的鲈鱼，200块要吃，200块啦，来去四条来，200块啦。来，啊，来200块，你自己拿就好，比较前面。来，这鲈鱼是熬的臭的。宋先生，你要两包吃木鱼丸，三只四只，你什么时候到？你几块八五？因为我没有看过你哦，不好意思，所以我不认识。